韩国兵务厅近日就作为首例被限制出境的爱豆歌手 HYLITE 的成员尹斗俊的新闻报道作出回应，表示在从2018年5月29日起修订的国外旅行批准规定中，对此前很大程度被恶意利用来拖延服兵役的短期海外旅行批准标准进行了改善。根据修订版的规定，25到27岁的相应人群将成为适用对象，因此目前29岁的尹斗俊并不是该条例的适用对象。此次因规定修改而导致无法出国旅行的报道也并不属实。非凡娱乐整理报道。